随着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来临，休斯顿侨界的系列庆祝活动也即将开跑。请看报道。休斯顿全侨庆祝中华民国109年双十国庆系列活动于上周六上午在侨教中心举行开幕仪式，正式揭开了庆祝活动序幕。当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罗富文处长、侨教中心陈义芳主任出席，同时侨务委员、恒丰银行董事长以及主流政要和社团代表等嘉宾也到场共襄盛举。国庆筹备会主委何一中表示，今年双十国庆系列活动延续10周，共有22项活动，因应防疫要求，所有活动都特别安排防疫小组现场测体温、消毒，维护安全社交距离，也会全力配合当时活动当时当地政府的规定来做好我们防疫的工作，让大家能够非常安全的来庆祝国庆。所有庆祝活动将通过 YouTube 在网上直播，让世界各地侨胞观看到休斯顿庆祝双十国庆的精彩多元性，侨民们爱国爱乡的热忱。新唐人美国休斯顿记者站报道。